推动民族品牌跨境出海，助力中国制造品销全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货出海优品推荐。恒富集团创立于2013年，总部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溪县，是一家集生物农业科研、沉香培育种植、沉香产品研发生产、线上电子商务与线下实体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产种养殖企业。基地由超过10年农业科研种植、产品开发与生产经验的专业团队负责管理，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，依托具有丰富资源的电商团队进行销售，同时与多家国企民企合作。近年来，恒富集团积极开发沉香板块，整合集团近1000亩林地资源，以沉香文化为核心，结合沉香加工、文化、旅游等产业链，朝沉香产品供应链、沉香文旅、沉香科普基地三大发展方向。东莞森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恒富牧场种植的上等奇楠树香叶，经过去枝、除尘、晾晒，再到现代制茶工厂加工，15天等待，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，再加以其他植物叶、花、茎、果实等，经过3年苦研，研制出木叶草本代用茶系列3个品类，小神仙、小睡仙系列，褒奖年轻人积极乐观、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，满百春系列滋养中年人努力奋斗、勇于担当的苦乐年华，每个品类都严格遵循传统非遗制茶技艺，纯天然无添加，在食品级生产车间经过10几道工序生产而成。一壶木叶奇楠香，点滴皆是人间情。实践证明，长期饮用木叶草本代用茶对人体健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木叶草本代用茶致敬民族英雄，倡导现代健康生活。一棵树，一斤茶，木叶草本香随百年。